南部比较多哈、哦。那礼拜五会在台北啦哈、哦。那我住高雄，我在七年前搬到高雄，我本来是住台北哈、哦，住内湖。我台北比高雄熟啦，那为什么去住高雄？因为我太太是高雄的，我太太说你要跟我结婚只有一个条件，我说什么条件？你就是搬下来高雄跟我一起住。我说为什么不住台北？他说台北不习惯，他比较喜欢住高雄。所以我要不要下去？要。哦，所以哎，高雄现在也不错了哈、哦。那、回想在三年前哈、哦，我是跟新朋友一样坐在底下这样听的。两次的造商会，一次在高雄，一次我坐高铁来台北听造商会，而且听造商会谁讲？还是我们蒋老师讲，而且几个人，八个人不到了，哇！我就听的坐高铁花了3000块，八个人在听啊！你想，各位，一场八个人，你会不会想经营？有人会想经营，有人会怎么？哦，这个我不干了哈、哦，这个八个人，那可见这个公司不太好。但是，我坐高铁，我就一路在想，哎，这个是一个机会哦，对不对？对。人少表示机会什么多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又是新公司，那我就做一个动作，我就请我太太一个朋友打电话问他哥哥，他哥哥住美国的什么德州。他是一个超博士啊，是电脑博士哦，教博士班的博士啊，这个叫超博士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哦。召会我们这一家公司哦，回来不得了啊，害我一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本来还在那边犹豫啊，我一回来说这家公司在美国是500大企业，是纳斯达克股票上市啊，这个母公司啊，而且这个老板啊。尤其这个女老板是美国商业协会100大的24名的知名人士啊，影响力的人士啊，哦，这个有来头、哦，这个有机会哦。假设他的资料是真的，哦，这个我好好把握，未来会不得了。因为我什么看到网络这两个字，刚刚我们主讲人有没有讲到网络？马云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身价1000多亿，哦，不得了，才短短几年啊，这个就趋势。因为我是生意人嘛，刚刚主持人介绍我是生意人，我是做生意来的，所以我常讲，我不是佛心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来做志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像慈济去做志工的，我们是要来赚钱嘛，对不对？是。我那时候，咦，这个好，网络的好啊。你现在不搞网络，以后无商可顾啊！因为我是做传统生意，我是做了25年，我的贸易公司开在信义路跟光复南路口，每天很好啊。那越做越什么？越不好。告诉各位，我还没做结束，我开传统的生意，我本来有2块土地，不是我赚来的，是我妈妈留下来，我也是才给她结的，结果。拿土地去贷款，没有钱要什么？就贷款啊，没做生意嘛。房贷本来没房贷，要不要拿房子去贷款？要。啊，信用可不可以贷款？可以。信用可不可以贷款？可以。信用卡要不要拿去贷款？要。贷款。通贷款啊，本来还不错，越做越糟。啊，我那时候警觉到，不行，你人家是网络的时代，什么都在网络买呢，你知道？我们家隔壁太太买卫生纸啊，都怎么样？都在网络买呢，团购呢，都要省钱呢，什么都买。我那时候警觉到不行，我因为我是做进口化妆品的生意，你消费者都去哪里买？网络买啦、啊，不到美容院，不到专柜买啦、啊，那我们当然进口商就没生意啦、啊。还好我。警觉的快，我就赶快转型，我就来经营美商结社。我查证以后，我就全力以赴，跟我太太两个，我太太也是跟刚刚那个美容师一样，是开美容院的。我们两个夫妻把传统都抛弃掉，全力以赴。我房贷贷到超，已经是什么
已经是二胎了呢。房地产房子自己的还好，土地是谁的？虽然是我的名字，是我妈妈留下来的。你拿主场去贷贷款，我爸妈每次看到我，我就你真的撩拨一下，对不对？不把家里的土地都拿去贷款，没办法做生意嘛。还好不是拿去赌博啊，对不对？我那压力就很大。后来我决心经营没上几次，我三年哦，没摸底了。我台湾话就是我全力以赴了，用生命做解释。我因为我知道这个趋势是对的，为什么我知道解释这个品牌？告诉各位，各位有没有用过牙膏？有。黑人有没有用过？有。告诉各位，黑人牙膏，自从我小时候到现在50岁了，只有我懂事的时候，黑人牙膏有没有不见？没有。哦，还出好几种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刷黑人牙膏收入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没有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但是杰斯，每一个人都在洗脸，每一个人都在用片，每天不要用多，每天一个人用一包就好，跟我们有关系。这个事情会不会很大条？会哦。告诉各位，我的观念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讲，实际有500万会员，一个人一个月缴100块功德会啊，他一个月就有5亿，一年有60亿。中华电信哦，有160万户啊，一户基本会，我们电话会，家里的电话费不是200块吗？现在降到200块，一个人一个家庭200块哦，他一年可以收100亿以上，这样好不好赚？好赚。你不得不打电话，你不得不功德款会缴100块啊。像我们隔壁，我现在虽然是基督徒，我们隔壁那个是慈济的，哎，林老师功德不量啊，有舍才有得。你想林老师会听说你现在赚得不错，你会欠100块吗？就清体都买不着，对吧？所以慈济一年不只是多少，不是50亿哦，都100亿以上啊。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小兵立大功，杠杆的原理，统一 7-11 一年每一家店光卖差一半，一年营业额就8亿啊。杰斯也一样，见过这个通路，我经过3年的努力，我介绍23个人，我常常跟朋友这样分享，23个人，我现在组织快2万个人，每一个人一个月买一盒就好。林老师一个月可以领很多很多的钱，中华电信不会给我，黑人牙膏不会给我，谢文不会给我，慈济不会给我们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杰斯这个平台就会给我。我们上个礼拜出国旅游，公司招待我们夫妻不用钱，一个人3500块美金，两个要7000块，21万，通通公司招待的。我回来电脑一看，哎呦，阿娘喂！今天摆动不住扛腿，又照地去投，给世界最大的游轮，将近还有10000块美金的收入。谁给我的？谁给我的？杰斯给我的。所以我要给新朋友知道，杰斯是一个机会。你宁可做错来后悔，也不要错过来后悔哦。这个钱你不赚白不赚，你去看看，我们这次旅游1100多个人，1200个人、啊、来自全世界啊，整条游轮几乎一半都是美商杰斯的，这么多人呢、欸，而且杰斯的业绩一直在翻倍、啊，表示这个趋势是对的，趋势对才有钱赚啊，不然你会很辛苦哦。做保险、卖汽车、卖房子，我都很佩服他们。每个月都归零，每个月都要找人。我们现在不用找人呢，我们就是说呢，只要懂得分享就好了呢，也不用送货收款呢，不用囤货。我以前做传统要囤货呢，像这礼拜六啊，
员工在休假，老板在干什么？我在公司上班啊，在包装，在算账啊。哎呦，那不是人干的，做人做到都这样辛苦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辛苦一阵子，享受一辈子，就是结束这个事业。我这边告诉各位，我是活生生过来的，我以前真的贷款都高，现在什么款也没有了，通通付清了。我现在说，哎，老师，你现在的身价可以买一台宾士车啦，可以住豪宅啦，但是我失败过，我知道钱重不重要？重要。钱是有灵魂的，钱是有生命的，失败没有钱的痛，所以我现在钱通通都是存起来，顾问跟我理财。最近股票不错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回来看我的股票。一个礼拜赚了35万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谁给我的？杰斯。真的？刚刚呢？买房地产800万变多少？2000万了、啊！你一定有钱人，你敢买啊？对不对？你只有8万块，你敢去买800万的房子、啊？对不对？对。钱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哪里有钱？杰斯。就这么简单，产品不用怀疑了，3年已经被严格的考验了。要的就是我们一个想不想要的心而已，你感情都先跟人家分享，你这个钱会赚不完、啊、所以从台湾可以做全世界，这个是你不可想象，这是现代时代现在进行式，也是未来完成式的一个行业、哦、我们都看到了，你要眼光好不 好，一起来相信我们，我尤其我们有系统来带你，你介绍的人不怎么样没关系，系统怎么样比较重要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算是在解释还算可以的，待会这个人上来，他真的是可以的人啊，更是指标人物、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上次我们讲这个，各位亲爱的贵宾，各位领袖，大家早，早，非常的开心哈、啊，今天是我们富华饭店的第一场。所以刚刚说第一次来的朋友，我也举手，第一场，对不对？那么我非常的开心，跟各位做一个很简单的分享，几个部分哈、啊。今天时间够用，所以让各位了解的多一点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首先呢，跟各位先介绍一下，我姓蒋，叫蒋奇瑞，我是台湾第一个从事杰斯的人。我原来是高雄市餐饮工会的执行长，我一个月的月收入蛮高的，以上班族来讲，工会系统7万块高不高？高，不错了哈。那么我另外还一个身份是劳委会职训局的老师，这个是客座教授，也就是呢，劳委会发一个公文给我，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就业辅导站需要讲课，比如说更生人。就是监狱放出来的，那么如何面对社会转型、就业跟心态调整，或者是亲子教育，或者是夫妻相处之道、哦、我的课很多嘞。那么那个就是比较少一点的钱，可是每一个时钟啊，就是1个小时1500块，我只要出场一次3个小时到4个小时，那今后嘛就拍谈啊。那这样子我两份收入加在一块儿，一个月大概是他们现在年轻人讲那个几 K 啊，22K 是多少？22000，对不对？那我算是170K， 算高所得嘛，是不是？可是没有用啊，最后住进了急诊室加护病房，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非常的劳累，人家说我是 7-11，就是我的手机是不能关机的，我在工会的系统，景气不好的时候看我们的工会哈、啊、最准，为什么？去考那个丙级厨师执照、乙级厨师执照越来越多，想搞小吃摊的越来越多，很多大老板哦。那么这些个人到工会来，要不要补习啊？要。哦，参加这个小吃点心、丙级、乙级厨师的证照，都很贵的，他们愿意花。你知道我做到啊，日不落国。7-11人家还不够形容我，人家说拼命三郎，
他给我乘以三，叫拼命九郎啊。我送进了急诊室加护病房的时候呢，是因为一个毛病叫梅尼尔氏症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毛病，晕眩，晕眩。我们3月27是不是刚有一个地震？是南投开始的嘛哈，听说南投是6.1级，然后呢到了台中5级。我们经历过5级地震啊，在台北的朋友，你还感觉到那个震度哈？好，然后呢，四川这次有个大地震，7.1级。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经历过7.1级，可是有个比较好。当我梅尼尔氏症一发生的时候啊，我是不能停哦，地震还有停的时候，比如说一下子很严重，这2分钟，我告诉你房子都垮了。我是一震啊，3个小时、2个小时不停哎，有没有很恐怖？最少5级地震哎，我送进急诊室加护病房，朋友把我抬去啊，我不能动哎，因为一扶我会吐。谁扶我谁倒霉，我第一口就是胆汁吐到他身上，很严重。送进了加护病房之后啊，你知道紧急的急救，第二天又发烧，送进了加护病房啊，观察了7天。等我转到普通病房的时候啊，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下多严重啊。你知道大医院啊，医生啊都会带着很多实习大夫、住院医师还有护理长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啊，吓死我，一群的巡访，我是被巡的那一个啊，最特殊的 case， 他们就在我现场教学。那个医生啊一边在讲啊，跟那个住院医师跟实习医师这个 case 是怎么怎么讲英文的、啊，讲完了，教学完了，大家全部看着我。最后那个医生啊，比如说拿着这个资料哈、啊，凭借一下，拿着我的病历哈、啊，看看我，看看病历，翻一下，看看我，再看看病历，讲了一句英文，哎，再翻回来，再看看我。你会不会吓死啊？你是坐在这个地方的当事人，医生这样子对你，你会不会吓死啊？我告诉医生啊，你不要给我这个态度，我到底什么毛病？你快把泪给我洗。他说奇怪，蒋先生，看你这个病例不应该是这个年纪，你这样看起来哈、啊，50岁啊，我现在谈的是3年半以前，哎呦，步入年纪了，3年半以前50岁，医生说。蒋先生，你这个叫典型的过劳，严格讲你如果不休息半年内要走人，过劳死啊、嗯、医生宣布我的死刑，请问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们是我会不会害怕？会念阿弥陀佛啊，主耶稣啊，通通没有用啊，吓死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办？我就一直希望人生可不能这样过，我才50岁，人生70才开始，我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。我可不讲钱在银行，哎，人在天堂，老婆进教堂，改嫁了。我就告诉我自己，要不要改变一下？要。我告诉你，你们都说要，对不对？我也要。随着病情逐渐好转，而且那个护士又很漂亮啊，每天来巡房啊，都有不同漂亮的护士来看，就把改变这件事情忘记了。我住了2个礼拜的医院，你知道健保卡给付的人很可怜，会被赶出院的。医院的病房永远不够住，就是这样子。赶出去，我那时候把改变这件事情忘记了，我就赶快啊去工会上班，因为好多的事情等着我处理。你知道吗？隔了3个月不到啊，我明年时针又发生了，我那时候吓死了，因为我知道命不久矣啊。我躺在那个沙发上啊，往外看。那个时候跑来一个朋友，很漂亮的一个小姐，走路啊婀娜多姿，走过来。你知道杰斯的产品哈、啊，这边也看到这一罐哈、啊。刚开始不是长这个样子，我今天还特别带了一个道具，有没有很丑？如果这个里面是粉红色的，像不像透明胶？他第一次拿着这一罐来哈、啊，他告诉我，蒋老师，我是 Kim 找我来的。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可以让你年轻漂亮，没有皱纹，没有下眼袋。你是男人，是我，有没有兴趣？你有兴趣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碰到的几乎都有兴趣，以前我谈的没有一个有兴趣，包括我。让我
我没有皱纹，没有法令纹，会年轻，我怎么有兴趣？男人啊，人之初性本懒，连洗脸都懒啊，你还挂冰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告诉我这一罐啊比较便宜啊，这一罐可以赚多少钱，可以赚200万、300万，我有兴趣。我们凭良心讲，对不对？对。结果呢，这个人这么一讲完，我为了不想得罪这个来的人，我就用一个方法。因为我在大学念书啊，我是念食品生物化学，在实验室待过的人啊，喜欢什么事情讲究证据、数据、检验报告、临床证明。我就跟来的人说，这样子啊，小姐，你的东西很好，那么我想要几样东西，你给我准备，如果有我跟你一起干，漂不漂亮？他说，江老师你要什么？我说我要数据、检验报告、临床证明跟见证资料。他一听抽了一口气，鞠个躬，好，江老师我知道了，那我先过席，他就走了。你们如果是我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我没有失血，因为我在工会3-4万人的工会，每天来推销直销的东西、传销的东西，自己卖东西，自己在店里面卖的东西都来推，我家里面一大堆都是乱买的，没办法，人情嘛。结果最后我就告诉他，那么你有你就给我，他就走掉了。没有想到2个小时以后又来了，现在email很方便，他把我要的数据、检验报告、临床证明、见证资料都准备的齐全过来，其中还有一张彩色列印的照片，是我们的老板 Wendy 的姐姐，74岁哦。哎，七十四岁，阿多巴跟台湾人，什么人干哪？阿多巴干哪呢？那张相片足奇怪呢，面哦，起一边呢，歪一边啊，右边法令纹很深，左边没有法令纹。右边的鱼尾纹很深，也但也西班牙，左边没有。右边的下眼袋浮肿，左边没有。哎呀，我就想这个是什么？另外左边这边呢，拉提歪一边，保湿锁水，还有一点白。这边呢，人老肉垂，屁股粘大腿，叮叮当当，哦嗖嗖。奇怪，这个照片我就再问他，你拿这种假的照片给我干嘛？我会不会有这个怀疑？他说不是，江老师，这个就是你说用这罐透明胶，他只擦了半边脸，擦了19天的结果，带几乎断掉哦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我第一句话问他，屈臣氏有没有卖？不。SK 度专柜有没有卖？不。台湾谁总代理？不。我第一个想法，我要拿到总代理。那是这个名片是今天代志大条呢，结果他说对不起，不能拿总代理，他只是代理制，所有的生意都在网络上进行，你是台湾第一个来做这个网络网投的人。我一听，各位你觉得有没有兴趣？讲话讲得哩哩啦啦，我说这个钱怎么赚，他还没有我说的清楚，你知道吗？我考虑了24小时，亲爱的伙伴，你们要是我，可不可能辞掉10几万月收入的工作？50岁，敢不敢？不敢。他试试看，我24小时辞工，我辞掉了所有的收入。劳委会职训局这个老师现在这个身份还在，这辞不掉的。那么最后我就想怎么做这个生意，你知道，我就是拿着这罐像透明胶的东西啊，跟一个讲，他看一看。摇摇头，跟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开始关心我，江老师小心，这个世界上骗局很多啊！我找到第7、第8、第9个都不做啊，第10个跟那第9个、第8个、第7个互相看一看，因为都认识的朋友啊。江老师是不是现在去干诈骗集团？你看我是这么辛苦啊，我是这样子一个一个谈了、啊。奇怪了，为什么大家不接受？因为没有公司，那个时候的我们没有公司，产品就是这么只有半罐啊，像透明胶的新的产品还没到。你想想看，没有见证，没有成功者，没有公司，没有发票，怎么做这个生意啊？人家怀疑是正常的嘛。那个时候我给自己下定决心，我好像刘邦打天下，
刘邦打听话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，因为他很认真找到了张良、萧何、韩信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一方霸主汉高祖刘邦。你不能像刘邦，我告诉自己，我起码要像刘备吧。哎，三国鼎立，因为他找到了诸葛孔明嘛。常山赵子龙、关羽张飞，今天这个生意做起来了。我在杰斯三年的时间，没有卖过一瓶杰斯的产品。亲爱的伙伴，你知道刚开始多惨吗？长这个样子，杰斯的第一个产品长这个样子，换包装，第二个产品长这个样子，东西都一样，第三包现在的这一包长这个样子。医生到最后告诉我，蒋老师，你，他说蒋先生，你这个毛病我给你念一下。我刚不是很紧张的说我到底什么病吗？他说我给你念一下，你是因为重度梅尼尔氏症住进医院加护病房。重度就是左右耳的不平衡超过了分贝数，超过了30，我是45分贝，一般人10分贝就站不住了，各位知道吗？我有严重的胃溃疡，6公分破洞，12指肠溃疡，3公分破洞，我有骨质密度流失30%，哎，很严重啊 ！SGOT、SGPT 全部都乱掉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身体的机能状态啊，那个时候医生告诉我，你怎么像70、80岁老头子的身体？结果呢，当杰斯的这个产品一来，我非常的大量吃，死马当活马医，我一天吃5包6包，撕开含在嘴里，慢慢吞，因为口腔黏膜吸收太重要了。我吃了3个月，我每3个月发病一次的梅尼尔氏症，到今天3年半没有再发生过。我胃溃疡6公分破洞，吃了10几年胃药，完全没救的，我现在完全好了。12指肠溃疡3公分破洞，完全好了。我的骨质密度流失，我回来了。现在更妙的是，因为杰斯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。在座的有一位祖国同胞哈，我的老婆是中国安徽人，我去年6月30号结婚，我今年53岁，我的小孩1岁，要不要掌声鼓励一下？这个代表我的身体状况是 OK 的，我才有办法50几岁老来得子。哎，各位晓得吗？杰斯这个生意啊，特别在哪里？我不能够去强调赚多少钱，因为我们被美国阻止，不可以说自己的收入，还有治安不太好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低调一点。可是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各位，刚刚上台分享的那个，没有低于100万月收入，月收入，人家说年薪百万是贫穷的，如果是一个月，那就不贫穷了。那么推荐我的人，2009年9月9号跟我同一天开始干，他的收入我别讲，3个月的月收入4000万台币啊！他没有卖过一瓶精华液，没有卖过一包的白藜芦醇配选的，你说这是什么生意？所以我今天非常的激动，在富华饭店，我一定要跟各位报告真相：杰斯这个生意不要把它当成传销，哎。不能当成直销，哎，隔壁就有一家安利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安利的人进来我们杰斯的好多了。为什么？杰斯，我要跟各位做一个很重要的区隔，你不要以为有一个说明会，有一个招商会，这家就是传销公司、直销公司，弄错了。在中国区隔开，传销是非法的，各位记住哦。今天顺便给各位做一个分享啊，在中国传销公司是非法的。非法的集资行为，非法的资本运作，非法的聚会，因为法轮功的关系，所以通通被阻止。杰斯没有存在这件事，他没有资本运作，没有非法的这个缴钱，我赚多少钱没有，我只是告诉你一个网络平台，你买到便宜的东西，你还要感谢我，前面经过我的手，各位知道，他也不是隔壁的那个直销公司啊，直销都会教大家推荐啊，零售啊，服务啊，有没有？杰斯不存在推荐零售服务，
你可以分享给朋友，他可以参加，可以不参加，他参加了还可以退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不存在这些问题，更没有零售，因为我们知道零售会伤到朋友的交情。比如说我跟老陆是好朋友，比如讲啊，我今天卖他一罐精华液，4650块，他买了。有一天他知道网购揪团参加会员2800，会不会给我抽干奶票？会。嘴巴不讲了，心里想，妈的，赚我钱，蒋老师真不够意思，好朋友嘛。但是今天我买的价钱跟他买的价钱一样，他还要谢谢我，不满意还可以退的话，他只有感激的份。各位听得懂？我没有卖东西哦。那你说蒋老师怎么卖这个东西？我们怎么做？分享，说故事。还要，现在很着急，我借你一瓶，借你一盒，你先回去认真的吃，认真的擦，但是一个礼拜回现。听你呢，一个礼拜你吃的不好，用的不好，不好还给我，我都用了，我怎么还呢？尸体吸铁还光，你撕掉的这个纸会不会留下？用过的瓶子留下还给我，他没有损失，对不对？用料那是五毫，你买海王，我的用料一参加鬼玩，新的海王，他有没有损失？没有，我们就只这样子做，不推销，不卖东西。结果今天他用得很好，中招一群人只有两种，一个叫消费者，一个叫经营者。我们这些叫经营者，各位听好，我们刚从地中海回来，刚刚有没有听到林宗尧老师说？一个人公司在我们身上花3500块美金呢，你知道17万吨的邮轮那个概念？你站在船的舷边往上看哈，你看不到顶哎，12层楼的船呢，最顶台还有一个 party 很大的一个钟，要4000人到4500人可以挤进这个船。不是床啊，还有空间呢。里面呢有高尔夫球场，有游泳池，有游乐场，还有3个大的剧院，还有 casino， 很多的东西你想象不到。我们的仓房啊，像红宝石，这次有去的请举手。你看看啊，来，红宝石以上的是不是门口还有一个阳台？是。你们住的那个仓房大床，再打开。出去就是玄关，外围可以看到外海，多美啊！你知道这种生活没有节思做不到，而且大家是集合在一起。我们到一个地方，西班牙巴塞隆纳下去接船，我们直接转法国，我们还到了摩纳哥，全世界第二小的国家，最有钱的国家。你知道我们看到什么？ Founder One 就是 F1赛车的厂。我们又去了意大利，你知道中国人尤其台湾人最刺激的就是哪里有卖 LV 的包包， Gucci 的包包，尤其女人一去全是台湾人都在排队抢那个包包。去了梵蒂冈，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要朝圣的地方，梵蒂冈不到1平方公里是一个国家呢。你知道只有800个是梵蒂冈当场现场的人呢，都是神父、修女、修士，那种壮观我们看到了。米开朗基罗的画在整个的教堂的塔顶花了18年的时间画完的，你知道这些个都不是一般旅游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啊！我再透露给各位，不要羡慕啊。6月30号，我们钻石级的被招待去南非，公司一个人在我们身上花2万美金，我们坐的是头等舱，好不好？好。告诉各位，杰斯这个生意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传销直销来做，你们做小了，不要格调高一点，不要卖东西，跟人家讲故事，分享你的经验。我虽然被阻止说我的收入，可是我透露一点，等一下我太太会来哈，就在板桥这边，她等一下就过来。我太太是中国新娘，嫁来台湾限制很多，
他必须入户籍满四个月才可以申请健保卡给付。怀孕七个月来台湾，赶得及赶不及健保？赶不及，赶不及哈！各位帮我算算账。我太太因为没有健保卡，我的孩子太聪明，头很大，他必须要剖腹产，那要自费哦。自费剖腹产，两个专业护士的照顾，第一笔钱198,000，各位算一下啊。第二个，训练脐带血，各位听过吗？听过。我跟我太太都很健康，为了干细胞未来，就像郭台铭一样，完整保留了脐带跟脐带血，450,000第二笔。别做鬼来不？自己都爱做鬼来啊！用力气，爸爸生出来。人家说剖腹产一定要坐月子满35天，我自己没有办法父母帮忙照顾，我只能够到月子中心，11,100块，我听了后，我给他做了40天，系统既然开了，各位算到没？这个算，各位算啊！为了迎接我这个女儿，我买了一台 Mercedes-Benz 宾士 E300，市价380,000，我这查某囝有做鬼吗？500,000变鬼呢？他不坐宾士车不大便，只有坐在宾士车开始放散，也蛮敢。我告诉各位，杰斯改变了我的一生，杰斯让我的人生重新洗牌。你们要知道，这个世界上景气这么差，我们去了欧洲地中海旅游，我们仔细想想，难怪他们叫欧洲五国，都很悠闲，坐在那边喝咖啡聊天，买东西也是逛逛看看，可以穿个短裤拖鞋在散步，台湾没有这种景象，有这种情况是日子过得不好还顾全面子不敢出来的，他们都悠哉悠哉，还要领高所得，当然叫欧洲嘛。我告诉你，全世界最会赚钱的，喜欢华人啊。所以各位，刚刚分享的那位小姐分享的很好，有钱难买早知道还不够，杰斯有钱难买眼光独到。林老师说，如果在杰斯你掌握住这个平台，你好好拼个3年5年，月收入不要多，给30万后，但做人做辛苦呢，天长地久，省吃俭用，过安过囝过难玩呢，对不对？对。请问一下，今天你什么事情都在节省，你有一天变成了黄脸婆，低安跨有外面的小三他后，出去啊，烈心宅马招牛啊。面容也变啊，伊甲伊脸型，意味着啥？我净讲这句吼，我是希望在座的女士们，对你自己好一点，应不应该？应该。该吃就吃，该擦就擦，出点小碎眼，看出来，亲。吴志刚，你自己月收入多，在杰斯多30万就好。你的老公帮你洗内裤都干完了，我这样说各位同不同意？同意。杰斯就是改变所有人的未来，所以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朋友，我们这些老师已经可以退休了，为什么我们还愿意帮助各位？不忍心各位想要成功的人走错路，我们这套系统不用摸着石头过河，我们帮着各位一路平坦，已经搭好了桥，您只要上桥，跟着我们系统的人说话，听话照做，你一定成功。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，好不好？好。拜托，以后人家告诉你杰斯不是直销，不是传销，阿狗刚刚洗脸，一路挑剔。你要说杰斯不是直销，不是传销，它叫电子商务，交互式互联网。会不会讲？会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变有俗的物啊。给你一个机会，改变你的一生，你变阿姨，在你，嗯吼，下一个，
现在人太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杰斯，我们不要推荐全世界，你只要好好帮助十二个人啊，只要有六个不是撩妹阿囝哦，你都成功啊！听不？有兴趣的，我们一起来。你要问我蒋老师，你多少钱加入杰斯？我66000块买产品，不是投资给公司哦。我用29天不满意，剩下的货可以退哦。听好哦，你是经营者，60000多块能干嘛？投资什么都没有用，一个香鸡排还要35万呢，要你盘呢。杰斯66000改变你的一生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推荐给的你是天大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祝各位顺利成功，谢谢大家。